喂吧，这是我们这第几灾我忘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主选单的灾难吗？啊，这个蝗虫之灾吧，我们现在是在蝗虫之灾，对不对？OK，然后你看到我弟弟啊，我小弟跟我叔叔还有我爸爸三个人拿乌克丽丽，然后赤着脚站在湖里面在冲啥？然后大门被封锁了，搞什么东西？终于考完试了，耶！老头母汤啊，母汤母汤，声音很小声吗？会很小声吗？不会吧，我觉得我已经开得很大声了欸。明天要断考，OK。你有追踪 IG，OK，感谢你追踪 IG。啊，其实 IG 就是发废文啊，看一些啊，讲一些无聊的事情啊，可以分享给你们看啊。这是干嘛？这又是什么新的解谜之类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的家已经被大门封锁，被木板给封锁了。噔噔噔噔噔。There was a man, he is my dad. 有一个男人，他是我父亲。There was a man, only brother I had. 唯一的哥哥。哎，爸爸的哥哥是谁啊？There was a man, no hat does he wear. 看，好笑哦。到底几声小啊？要一个人，他是我的爸爸。哇，这大概是类似，应该跟这有关系吧？一二一二三，哎，不对啊！我给的提示好少，看没有我不会拿来直播。There was a man, he is my dad. 哦，所以说反正就是依照他提示说他是我父亲，这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弹完之后，然后之后提示一下，然后换别人唱那种感觉啦。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现在就是他老爸唱，然后他老爸唱 There was 歌，a man, only brother I 然后他 had. 爸爸的哥哥就是他嘛，叔叔嘛，所以说换叔叔唱歌 There was a man, no 啊，然 hat 后说 does他 he 从来不戴 wear. 帽子啊，那就是他。There was a啊，man, no 他站在 hat does 中 he 间 wear. 啊，就是他，有一个男人站在中间嘛，There was a man, all skin and 有一个男的bones. 骨瘦如柴，就是他老爸，There was a man, no hairs under his nose. 没有胡子，就 There 是我 was a 啦。man, he stands to my right. 有一个男人，他站在我的右边，是一这个人物的右手边，还是我面对电脑的右手边？啊，不要选错啦。如果照他的立场来讲的话，是叔叔；照我的立场的话，我的右手边是他爸爸。好，应该是他吧？There 哎，对，was 没 a 错。man here, gray as first light. 白发苍苍。哎，不对啊，他哥哥看起来没有那么操劳，他却操劳了。他应该才他才是哥哥吧？There was a man who was really quite fat. 他好胖。就There 在讲 was a 你啦，死胖 man, 子！feathers perched on his hat. 有个羽毛在他头上，There was a man had a clock for his heart. 用时钟换取了心脏，好，感觉在调侃他叔叔 He was a man, the last man, and the man from the start. 有一个男的自始至今都在，谁啊？等一下，他说有一个男人自始至今都在。这个是谁？是爸爸吗？你按了全部的人，说不定其中有点提示。叔叔，自始至今都在是叔叔。等下他这个提示给的好奇怪哦。他是想表达什么？应该是他吧？可是。他老化的速度比他哥哥还快，这个好矛盾哦。自始至今都在，
有人说是爸爸。中间那个人他出场最多，有人是说弟弟哦，有人说是叔叔，这第几灾？好像第七灾的样子。哎呀，有人说白头发，有人说叔叔，有人说中间的。不然这样好不好？叔叔、爸爸、弟弟啊，我看谁留言最多，我选谁，好不好？来，聊天室留一下。有人说爸爸比较多，低灾到现在哦，一直有出现的，低灾到现在一直有出现的，应该就是弟弟比较多吧。他爸爸是后来，叔叔其实低灾也就有出现，这两个有点难，有点难那个哦。因为只有他没有消失，叔叔一直都没消失嘛，弟弟后来变苍蝇人嘛，叔叔后来变死掉的人啊，爸爸、叔叔、弟，给 他这个好难，好难算，到底哪一个比较多的感觉？下面的裤子不一样的选区，哎，对呢，为什么一个是三折？这个应该不是重点吧？爸爸活这么说，妈妈，可是这里没有妈妈可以选啊！看我开心啊，真的假的？我想一下，叔叔一打从开始就说他要吃青蛙肉嘛，对不对？然后弟弟一开始也就有出现了，可是后来变苍蝇人。弟弟变苍蝇人那一段期间不在嘛，我觉得应该是叔叔，好不好？我们选叔叔看看好了。大成功，然后呢？弹完了，弹完了之后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哦，第一个我知道是什么，噔噔噔噔噔，第一个是这个，好，再来看第二个。他会不会直接这样弹第二个啊？三个都会弹，三个都会弹，那谁是代表一？谁是代表二？谁是代表三？一二三吗？这个应该是一，这个应该是一，然后二应该在这里，最后一个随便猜，应该猜得到。好，没有，猜错了。对啊，耶，过了。啊，是，拿到一个斧头。终于考完试了，耶！恭喜你，恭喜你，耶！我们有斧头可以出去了啊，不是，是可以进去的，不是出去的。我进来了，我快拿斧头砍他们啊！哎，不见了，好吧。哎呦，这是怎样？啊？哦，听声音辨识。这怎么解啊？它每个声音有一些很像，有些不一样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像什么通过什么之类的。哦，听这边的啦，他发号施令啦。有，在，再听一次，
完了，这个听觉要很厉害才行。啊，打错了吗？有，再来。哎，用反了。哎，不对吗？其实我们只要看它的符号就好了哈。这个是最后的。哎，这两个符号一样啊？哎，没有，这是一个有一个点。哦。哦，这样子的啊。哎，不对，这样子，有了，好好玩啊、哦，好玩呢。老头明天要断考，还在看你的台啊，考不好不要怪我啊，抱歉来晚了。老头，你是抖 S 还是抖 M？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抖 S 吧，再看一次。这个，有，过了，什么东西蹦出来了？我刚听到"嘣"一声，啊！哎呦，哇，最好是可以生这么大一只螳螂哥啊！一些太扯了，你有看过这么大只的螳螂，脚这么长的螳螂哥吗？这螳螂哥要去哪里？该不会在外面乱砍人吧？啊，没有，见鬼了！你走这里。山羊哥，我们来看一下山羊想干嘛？眼睛啊，把揪，都有眼睛呢。他写什么？猫头鹰并非他们看上去的那个样子。好，我们有铲子先捡。Eyes blinded by the fog, 无形中中，眼见不一定为真实。好哦。眼见的不一定为真实。我的记忆是通向你未来的钥匙。我要消失了，吓死人了！奶奶，你想要号角？好的，没有什么，没有。他说猫头鹰看下去并不是真正的样子，就对了。好，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提示，预言的提示。正在练习上演唱会的音乐，哇，好厉害啊、哦！明天要吹雨仔。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来想……哦，猫头鹰。啊、哦，他说过猫头鹰并不是他真正的样子，是这样吗？有蝴蝶，噔，飞走了。然后这里什么东西都没留给我，有没有东西可以挖之类的？这棵树把它劈了，可以劈吗？不行。啊，这里就没路了、欸。这猫头鹰飞走了，我们要寻找猫头鹰。哎、欸，这边的螳，这边的，这个应该不是螳螂，这是蝗虫。哦、啊，我们现在在过蝗虫之灾嘛，这个蝗虫应该不要理它。他飞到这里来了，在这里，这边有蝴蝶，点一下，呜呜。
又飞走了，飞去哪里呢？看来是没有，不见了，不见了。老头喜欢听国外歌吗？有些还蛮喜欢的。老头，你被光明会盯上了，真的吗？有啊，这游戏要钱啊。哼，开什么直播不让我睡觉吗？爽！你可以看记录档嘛，不急嘛。我要帮他挤羊奶。哎呦！Oh no！不要！No！哇，挂了！羊的眼珠子，羊眼睛，他走掉了。这螳螂好恐怖哦，在这里四处徘徊。飞走了。哇，看一下，送你眼睛。要死哦！你的眼睛这么恐怖哦，这在干嘛？看着他的双眼，戳瞎他？不是吧？还有分两边呢。哦，他这边有提示，这边可能有东西。但是这里的话，这里什么提示都没有，它只有三只萤火虫在飘。好的，我脱衣的时候，它这个也会跟着动，是不是？所以说我这个稍微往右边上面一点，我来测试一下，大概在这边，它有没有跟着动？没有，哎 欸，等下不对，相反对不对？我的这个右手边那个，右手边那个跑到另外一边了。所以这个要放这里，有哦，我会，只是要一直不断做切换，有点麻烦啦。等一下，我来稍微揣一下，往左边再上去一点，这里有吗？再上面一点，这里，然后这个旁边一点。注意到吧，左上一点，这里，哇，吓死人了！你好惊死你，可爱呢，这算是成功了吧？那再来就是这个地方了，相反嘛，它是左边的话，相对的就是在右边，这里，挖得到吗？哦，有了，居然上锁了，搞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萤火虫放出来吗？还是不行的。哦，已经挖出来了。啊，萤火虫去猫头，去猫头鹰那里啊！猫头鹰那边，我们去找猫头鹰大大。你要萤火虫吗？送你。哎、欸，真的要把它吃了。哦，你吃了？啊，不对啊，啊，你就吃了。来了，戳死他，快点！杀了他！去啊！哎、欸，哦，钥匙，这可以砍吗？不行，他走掉了。超巨大螳螂哥用他的洪荒之力把他给劈了。哥拿到号角了，呀比，死鬼呢！他的眼睛要救治了，都没眨眼。方舟一边下载连接放在影片下方吗？那个要钱啊，不要以为什么游戏都不用钱，好不好？我玩的都是正版的。吹！啊，后面来什么？阿嬷，不要！阿嬷，再见！哦哦哦，最好是螳螂有这个触手，你以为你在演异形哦？抓！
也被叼走了。阿嬷，我会想你的，永远，forever。你必须离开。所以说，他妈妈在死掉之前，把我给送走了。应该是说，我不是自愿离开的，我是被我妈妈送走，是这样吗？嗨，黄奕安安，你好。好了，我们终于解除这回合。哎，我没有拿啊。You have to leave. You have to leave.好，结束了这个灾难。Nice， 最后一灾了吧？这是什么？哦，第九灾，夜灾。我唔灾。好，进去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健在吗？咱们的家人在不在？娃都不在，这下面吃饺子老虎拿了锄头，上面写什么？在那伟大又神圣的日子，锈湖之日来临之前，太阳将失去光芒，月亮则会血流成河。啊，那上面这个天秤座。白羊、母羊座、天蝎座、双水瓶、双鱼、射手、双子，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金牛座？哎，没有，金牛是这个啊。这个是什么？不爱座吗？啊，捷运上的不爱座。巨蟹？也不算啊，这巨蟹在这里啊。哎，不对啊。啊，算了，不管了。嘿，你好。你站在上面，不想离开是吧？哦，拿到了青石，嘴里面有没有东西？有，苔藓。狮子座，哦，狮子座，大羊。下周断考依然看你直播啊，辛苦了。这边有一只啄木鸟，这是干嘛？咕咕咕咕。有差别吗？会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没屁用。一二三四，这应该有顺序的哦。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二、三，哎，干没中，三、四，耶、yeah! ，树皮，我拿到了树皮了。啊，这是什么？哦，全家人都来了。他们在烧什么啊？干柴烈火，是要来大大烧特烧是吧？树枝的数量有，我解完了。妹妹，你要什么？不会讲话了，吓死人了。这个应该是狮子。然后他的这阿嬷的胸前有四个点点。我们来看爸爸。Son, be prepared. 哦，爸爸会讲话还好。The glorious day of the lake is coming. 牛，上面写这是五吧？第五个是牛，然后这是第二个。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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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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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谁会知道这到底什么动物啊？br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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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 青蛙吗？这是一射手，射手座。哦，我懂了，
我们先比一下，我忘记了，射手座应该是这个标记吧？等我一下啊，我回去看一下。狮子，狮子是巳，午是阳，星座嘛，这个是阳对不对？还是金牛？啊，这是牛，巳是牛，然后，哎，没有，巳是狮子，狮子是这个吧？然后，等一下，我已经忘记了。再去看一次，五才是牛啊，不是这个，走开。五才是牛，二是什么？这到底什么？鸟吗？这张一钟头跑不掉，没人帮忙死。我这张用2个钟头，真假的？弟弟的行为依旧令人不解，真的啊？他是吃青蛙吃坏了是不是？天平在这里，狮子。好了，剩下二搞不懂，就随便选一个。有了，呀！弟弟是水瓶哦，没关系，拿到了。啊，怎么只有一个打开而已？所以说不止是不是？然后这又是什么鬼东西啊？他们会变不一样吗？不会，依旧是耍智障。对啊，但是算是解完了嘛。哦。开一个，我们还差一个，另外一把钥匙，然后这个要转的跟他一样，要很红很红，这样就有了吧？还是没敲正？有了。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全白，一半，有，再来反过来的一半，哎，反过来的一半，全红，转过来，噔，哎，失败，噔，哎，怎么没有？哦，后面一点。好，全白，这样子，全红，那还不简单？啊，这干嘛？你这样叫我怎么解？这个应该是没得解的吧？全红欸，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一个圆的，你要怎么让它变方的啊？哎、欸，太阳变红色了，哇，在流血！这是成就吧？这跟解任务没有关系吧？成功了，可是我依然没有拿到钥匙啊！好哦，好。哎、欸，你好，张亚凡，你好，好久没有看直播了，安安你好，好了，接下来我们现在手边还有很多东西，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红月石掉了下来，接下来是这个，哦，哇。一二三四五哦，
我好像懂了什么。这跟粉末对照那个人数应该有关系。这个应该是第三个。然后贝壳是给爸爸。可不可以排顺序啊？一、二，有没有？不能移过去啊！可恶，可以移吗？不行。一二三四五，一绿二蓝三红。啊，一绿二蓝三红，干好烦，我都记这个，是不是要给他刻啊？这些粉末是不是要送他们？啊？送你啊，该不是这样吧？吵死了！三红，来啊！这是提示。五是天平，一是金牛，一是金牛，然后二是双子，二是双子。三是天蝎，巨蟹还是天蝎？我先慢慢来。一是金牛，二是双子。宝贝，双子的符号是多少？啊，不啊，我搞不记啊，双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这是双子啊，好不好？这是牛。牛跟羊，不要搞错了。好的，啊，稍微记一下我的脑袋，我的脑袋瓜快点，记忆体不够啦。金牛、双子、蝎子，最后两个再说啦。金牛，这个两个不要理他。双子，然后这是蝎子。最后两个，我看一下。山羊，然后再天平。山羊是这个嘛？然后第五个是天平座。我有错吗？哎，这个吧，这是射手。鞋子是哪一个？金鱼脑七秒记忆，对啊，我也觉得我记忆力很差哎、欸，奇怪，我有弄错吗？没有吧？这不是双子座吗？啊，靠北啊，搞错了，这才双子是不是？才双子对不对？有了。双子是下面那个，好，搞错边了，科科，解开，哦，有梯子哦，我们上来了，嘎，又在干嘛？在干嘛啦？怎么感觉很夸张？这很难呢，感觉很难的样子耶，可要干嘛啦？这样子吗？Yeah， 对星星游戏啊，对星星游戏，哦，好像瞬间懂了什么。这么大颗星星是要干嘛、啊？转视角。哦。大概是这个方向。刚刚弄错了、欸。是。哦，它上面这三个点是固定的。快好了，快好了，
有了有了，要成功了。转一下，转一下，等一下就过了。有，再来是什么？拉回来，再来，再来，再来。嗯，走没有？差一点点。有，点对点游戏，哦哟，有四个点出现了，先稍微对齐一下，哦，我们再把它拓展一点，也不行，整个被打乱了。这个好难哦，应该是这样吧？有，差不多了。哇，还有哦！等一下，这是要干嘛？这是要我看什么鬼东西？五个星座顺序吗？这待会再说。开放聊天室崩溃，可以控制星星，只能用老头独门 绝技母汤大法。这边又多了两道门了，这什么意思？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到大象、猫头鹰，这个像是什么鸟？鹿、鸭、大象，大象是天平。然后呢，鸟是什么？鸟对不到哎、欸。哦，是对上面的、啊。哎，不对啊，的确是对上面没有错啊。鸟在这里。射手，我们如果是由左至右的话呢？我们现在知道是要对应什么星座，但是我不知道顺序啊，还是要找谁测试一下？我、哦、干，原来是找你们啊！好，我知道了，第一个是什么？大象座吗？哦，第一个是大象啊，大象是最后一个。大象是最后一个，所以这是一。第二个是鸟儿。第四个，还有他们好白痴啊！是什么？猫头鹰。鸟儿、鸭子，第五个应该是驯鹿，第五个是驯鹿，对不对？但我现在好乱哦，早知道先从这边开始了。驯鹿是什么星座啊？若是狮子，
但我觉得我要重打了，金杯重来一下好了。第一个大象，好，我们重来。第二个是鸟，老鹰吧，啊，就姑且打鸟好了。好，闭嘴。猫头鹰，猫头鹰，鸭子。鸭子是第四单位，鸭子，第五个就是鹿嘛。好，这样子我们比较方便一点啦，干，走开哦。好，我们现在开始，大象第一个是天秤座，大象是天秤。鸟的话。有的话，这个应该是那个吧，这个标记双鱼啊，鸟是这个，猫头鹰是哪一个？猫头鹰是巨蟹，鸭子，鸭子是射手，驯鹿呢？你们说驯鹿是狮子是不是？还是这不是狮子？好，大象是天平。啊，然后鸟是这个嘛？是这个，巨蟹是猫头鹰。巨蟹，走开呀！不是你呀，滚！射手有，剩最后一个了。有了，开了一把钥匙。好，我们现在在嘴解最后一个，就这个。啊，这个谁知道啊？谁 知道这个长什么样子的啊？那看起来像射手，对不对？第五个是不是射手？哎，不对，第五个是这一个。我们直接照着符号选择好了啊，好不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这是什么样子啊？看没有，这什么东西？我们就找相似的就好了吧。第四个，哦，第四个是这一个啦。第三个是什么？麋鹿摩羯，这看起来像是牛，有羊角。没关系，我们知道第三个是什么就好了。长得像羊角的东西在这里啊，是金牛啦。在第二个跟第一个呢？第二个跟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好了。第一个是长这个样子。好，第一个是这个，好了，第二个随便猜，应该都猜得到了。好，解完了，呜呼，欸嘿，光头哥哥寻找红心 A，找到了哦，欸嘿，好变态哦。好，那这里呢，白色的。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在那边飘？这些粉末还有作用吗？当当当，白色，点进去没变。蓝色，没变。感觉这跟有没有选颜色没有什么差别，完全没有差别。哎，为什么他往右边走啦、啊？哦，可以导引他过来，是不是？哎，为什么跑出来了？哎，可以哎。如果我点中间，他会怎样？
它会越过来吗？没有。再往右边一点，再往右边一点。啊，我知道了，我懂了。你们看到图面上面有灰灰的，有没有？那代表是它的障碍物。我们用火焰召唤猫头鹰，这应该是猫头鹰。我们要把它移到这一块、这个区块的地方，把它拉下来。再来两下，噔噔噔，有没有？是不是？然后左边两下，三下吧。是不是？右边三下，一二三，再来，哎，差一点。哦好，好，一二三，再一下。招魂咯，欸，不见了 ，what？ 欸，不见了，欸，他来了，猫头鹰来了，啊，猫头鹰，您在哪里啊？猫头鹰，可能在外围哦，我们去外面找他。哇，整个都没看见，他不见了。在哪里啊？在这边吧。哎呦呀，夭壽啊！你要怕死啊？这么大只，他走了。你母亲的骨头，拿到了母亲之骨。然后呢？母亲的骨头可以做什么？把那只猫头鹰给吓跑了。这幅画感觉好像还有其他作用的样子。中世前什么东西？骨头拿去烧吗？也不是。说真的，要把骨头带到哪里啊？会不会要拿去研磨吧？粉碎吧？哎，真的哎，哇，感觉好好吃啊，好像那个串冰舞啊。你家什么口味？变得磨粉了？磨粉的话，就是拿去放在火里面，让它现形。是吧？哦耶！哦，原来他妈妈是被献祭的啊、哦？难道他是魔女 ？No！ 我妈是被烧死的。好，闭嘴。好了，过关了。你们有人说卡了两个小时，我好像一个小时就解决了。行，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自由啦！大家可以按错了，大家可以按错了，大家可以回家啦 ！Yes， 明天断考，加油！哎，江村全部解完了吧 ？The tenth plague， 第十灾，最后一灾，长子之死。哎呦，进入尾声了哦，这是什么？哎呦，酷哦！欸，拉不下来了，放一只青蛙下去。猫头鹰，羽毛入手。好的，这个是要什么的？要苍蝇。嗨，你好。哎呦，你的手怎么回事？不要吓我欸。不能跟他讲话。干嘛？鸡，鸡不理我。这个要羊。他手上拿了弓箭，他把他射死。
它上面一个点是一的意思吗？那这个呢？上面有没有点？ I hope I'm not the one that died. 只要我不是今晚死掉的那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今晚死掉的那一个，你不用讲了。这是什么东西？苹果刷子？哎、欸，哦，要做一把剑士是不是？这个可以丢进去烤吗？这是丢进去用的吗？不是。苹果送你啦。I hope I'm not the one that died tonight. 不是这样吗？绳子啊，那面具干嘛？苍蝇人，献祭苍蝇人。哎、欸，老爸，你在这里？这什么意思啊？今晚秀狐露出本尊，请好好准备。噔，这个骨头动了。噔，三。四五六三六三六一三六一六三六一六四看不懂随便啦随便三六一六四最后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有这么多吗这应该跟数字没关系哦对，我觉得跟数字没关系，没关系，稍微做一下记录。哎，那是七吧，三七一七四吧，那是七吧，那不是六，这个才是六、哦。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完全没关联诶。算了，不管了，这没有关联性。绳子可以给他吗？给你苹果，给你毛笔，好不好？都没有用。你、欸、可以看外面吗？不行。我不会下载电脑游戏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上网 Google 啊。给你吃苹果。他这边有一个点呢、欸，点是拿来干嘛的？绳子。哎、欸，这边还有一条路啊！给你吃苹果。阿嬤，血。等一只青蛙，这个像什么东西？变成一只苍蝇，圆圆的变成下雨。O W L， 想干嘛？东西吗 ？We celebrate the day of the lake tonight. 秀湖日庆祝。Be ready， 好哦。哇，干，我看不懂这三小。刻度一到十，好，我们现在手上拿尺是一到十的刻度，好哦，哇，酷哦，这个好像要画什么图腾在上面之类的啊。那个面具是不是要粘在妹妹的手上？它的地方是看那个火柱是什么图案对应上去的。毛笔是涂在妹妹脸上，绿白红白绿。哦，原来还有白色哦。雨滴上面那个还没放。雨滴的我放了吧，哇，这关有点难理解哦，我说真的。下雨的，
对，我全部都拉上来了。对啊，这个点没错。然后他说这个是 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啊，雨滴跟这个是 O， 然后这个跟这个是 W， 哦，就是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不是？雪球跟那个啊，我们看一下啊，他说两尺零到一嘛，从这边为基准点是吧？蝴蝶是在这个塔的里面嘛？哦，然后这个要画哦。绿白红白绿，我们可以先去画妹妹啊。绿白红白绿嘛，对不对？好了，画好了。OK， 啊，还要帮忙画白色，是不是？帮他画画。大成功！好，你给我的蜡烛。对啊，怎么会这样呢？我把它移开好了。零一二三四，对啊。从哪里算都嘛没差。二三四五，靠北是五啦。但我觉得我累了，精神崩溃在这里。哎、欸，跟刚刚的完全没什么变动啊。没干有了。啊，好烦啊！这什么？把绳子放进去，我下来了。这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吗？啊、哦，我好想死啊！这什么符号啊？这有什么根据之类的吗？苹果。算了，我们至少解开了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来，待会再来。帮你顶一下，我烧，感觉什么都不能烧，这个吗？哦，这是失败的意思。左边敲一下，右边敲两下，然后左边比较多，左边再敲一下，两边一样，两边再敲一下，右边比较多，这边再敲一下。哦，这边都一样，再敲，右边，还是右边。左边，呀、yeah! ，哥看懂了，嘿嘿嘿嘿，好玩好玩，好了，我们可以去射弟弟了，弟弟受死吧。那只箭矢好像在桌上，对不对？耶、yeah! ，嫩。I hope I am not the one that dies tonight。嗯，可以直接射吗？啾。哦，还可以选距离啊！没射到。
I hope I am not the one that dies tonight. 不是啊，啊苹果，苹果没办法放在他头上啊，这不是要我射头上的意思吗？ I hope I am not the one that dies tonight. 啊，反正就把他射死就对了，去吧。射到脚，哎、欸，看他不会死啊、哦！好，再上面一点，我可是很准的。哇，这样也行。哇，伤痕累累。我觉得应该是要瞄到他的头，对不对？往上，往上，最上面的那一种，还是要射他小鸡鸡，射他小鸡鸡好不好？啊，原来是要先射帽子哦！啊，自己偷帽子就好啦，去吧。哦，死鬼呢？帽子里面有什么？没有。那就是再射一次就好了。OK， 去吧。美丽圣洁弓箭呀！哦，太高了，抱歉。我们大概再下幅度一次，一二三四，哎、欸，大概这个位置。耶、yeah ！然后呢？射到了虫，虫给鸡吃，拿去啦，贪吃鬼，生蛋，我就知道。然后呢，阿嬤要吃蛋，打蛋给他吃。耶、yeah, ！哇，这个鸡很屌哦。这只是成就而已。那我们小鸡要怎么办？要给谁？小鸡给猫头鹰拿去。我靠，他居然把它吃掉了。然后这又是什么？哦，哦，啊，骨头拼凑术，骨头拼凑之术，叉叉，然后，哦，对应上面的符号，哎，好酷哦。然后对 V 嘛，这个在对，我们这边没有加，不过我们这边有这个加号在这里，叉叉在这里 ，S V O。其他有用途吗？O V L S， 这个没有用吧？哎、欸，没有，这边还有 O W L S， 好哦，我会了。我们先下去吧。但不是吧，这没有 L 啊。嗯，好吧，过了。哦，大门已开启。是怎样？兔子，然后鸟儿、麋鹿、小鸟、野猪。什么意思啊？你不觉得这很像游戏王吗？有没有？原来这是一款游戏王的游戏，射日英雄。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解的？为什么第一个是怎么解的？我莫名其妙解出来了、欸。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哇，六在哪里啊？这是九，一二三四五六，会不会这个？哎、欸，对，七八九，这是数字顺序啦，这个我会，这个就成功了嘛。有一些是数字顺序，那像是这个呢？左边一条，嗯，这里，这里，哦，如这是点这里的，这边伸出来的这个灯是靠这边，所以相对的靠外面这边在点，也不对，敢冲一下，这是靠内吗？哎哎哎！靠这边的，我得靠这边的。怎么看感觉就是靠外面啊？但我看不懂，左右相反哦。对，应该是这样讲。右边就是既是左边嘛，左边既是右边嘛。这边过来，右边既是左边嘛。然后这条线绕过来是左边，那既是右边嘛。可是它不对啊，还是我的逻辑错误？左，为什么是左边？感觉头有点晕嘞。这样子绕过来，哦，我们要从正面看啦、啊。从这边正面看的话是右，是它是右边没有错啦，它是右边没错啊，所以选左边是正确的啊，选左边是正确，它属于右边那一块。那这边的话就是属于左边这一块嘛。哎、欸，干为什么？干，它这个线真的很靠北、欸，拉过来，对吧？如果往这边看是正确的啊，啊，对，同一条线，同一条右边，这个就是右边拉过来，这属于左边嘛？左边按右过来，这个属于右边按左，为什么？干，我快气死了。玩游戏，好，左边，嗯，非常好，好了，这边就比较简单一点了。敢为什么？放弃思考时间。过了，不管了。那个线条搞得我很乱，反正知道逻辑就好了。那、啊、这又是干嘛？哎、欸，一二三四，二三四。四三二一的意思吗？二三四，一二三，二一，不对啊，三四三，一二三四，一二三，
一二三，太快不行。怪，一二三，哎、欸，有人知道这怎么解吗？要在自己走道路，点在道路的左右两侧。我的想法是对的。你是说刚刚我讲那个左右左右的吗？对嘛？四、三、有人看这就可以打三次。哦，哦，对面三下，这边也会三下嘛？哎、欸，那这样子我就解不了啦、啊。嗯，二三四，第五下弹回来，二三四，但也不是这样意思啊，有人知道吗？继而他弹回来的顺序。一二三，有，大概就是四三二一的意思吧。好吧，不是很懂。那这个呢？四边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这样吗？这是失败的意思吗？哎、欸，为什么跑到这边来了、啊？我懂意思了，第一下是按这个，然后噔噔两下是按这个，噔噔噔三下是按这个。欸，这个好简单哦，三珠的还蛮简单的。这所有里面唯一我最不能了解的就是那个吧，那个左右边那个搞得我很混乱。哦，没有看到这什么鬼东西。我最后的记忆是制作长生不老药的最后一剂成分。这个应该是猫头鹰啊，那时候那个阿嬷的墙壁上面有这个鬼东西嘛，转个猫头鹰标记就好了。有，解开了 ，Yeah， 也是通往未来的钥匙。那这些面具能什么作用？这些面具没有任何……喂，哎、欸，你把绳子收走了啊？我怎么办 ？Hello，Hello， 过完了吗？越来越深了，我被关在里面了。我出来了， It's time. 是时候了。我可以给他戴面具吗？不行。It's time. 他是兔子还是什么？然后你的话是猫头鹰。我要不给走了。阿嬷，阿嬷是你。鸟儿，你是鹿儿。是时候了。
啊，为什么不能给你带？走这里吗？你说时间到了哦，这边还有一个，你是猪，你是鹿儿， you are ready to meet your death. 我准备好我的命运了，我就是，我曾是泰瑞尔，我想起来了，阿斯，长生不老药，好，结束了，噔噔。然后他放我把这个东西给烧了是吧？哦，好，被烧死了。叽叽。空间概念啊，应该就是寻路，那就是空间概念啊，只是一时逻辑卡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什么？花？头发？粉笔，准备冲的，心脏，柱子，木板，啊，不，啊，不去了，全部加在一起，飞天小女警就这么诞生了。啊，其实这是那个尤教授。在做美好的东西，我们的时日来到了，到来了，天堂岛会再度崛起，完结了。恭喜你已经完成秀无天堂岛，你成功获得所有成就了吗？故事还在继续，好，结束了。这只是秀湖的其中一个系列，那这些系列所有的故事呢，跟其他的是有连贯性的，那只是有分先后顺序而已。好，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玩，它的网页好像有免费版本的，但是有一些部分需要靠付费才有办法解决，就是说你可能前面玩它的前传，但是它网络版本的前传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接续到后面的序章或者是接续他们的后传的话，你可能就要在 Steam 买另外一个版本，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想要了解剧情的人可以买啦，好，大概是这样吧。找出更多秘密吗？不要，我累了，结束了，耶、yeah, ，结束了，我成为教主了。加入 AKS 药剂，哎，对啊，召唤了飞天小女警，刚好累啊。我玩多久了？我看一下，今天开多久啊？今天开了一小时五十分，其实也还好，可是可能是今天比较忙吧，所以稍微累了一点。好吧，那各位明天要考试的加油啊、就是你也知道，先考好分数再说吧。好吧，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早点休息，赶快看书，明天考试考完就爽了，准备放寒假了，准备领红包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都很期待领红包这个日子啊？对不对？啊，像我都没有领红包了，没有人在领红包了啦，长大了，完了，到时候再直播，明天看一下吧，我好像还有其他游戏可以拿来玩、欸、没关系，到时候再看，一样，啊，记，订阅我的频道，啊，粉丝团，脸书的粉丝团一个赞，啊，我的脸书本站也可以追踪，本站。啊，本账也可以追踪啊，然后我的 IG 也可以加一下，好不好？这就是可以知道我哪时候开直播，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啦，啊，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见了，拜拜，拜。